这罗家峰到底是安怎？我给显摆了后，伊就笑到袂顺，咧卡着音就走去啊，一直到即马拢还袂转来，连一通简讯嘛无。伊爸真正想讲要甲我白做伙白甲死，折磨我吧。 想一天啊，想清楚啊，愿意跟我当阿解决问题啊？解决什么问题？咱俩不是真好吗？咱俩需要解决啥？离婚啊，那无嘞？看起来离婚真正是你希望的结局哦。是啊。 咱拢已经甲话讲到遐白啊，搁唔离婚，无是要等过年哦。也是讲，你知影我是因为看开你的钱才对你的，所以你即马一身顾虑，拢唔肯开伫我的身上啊。哎呀，好啦好啦，这离婚证书我去买啦。买哪里就去买啦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真正要跟我继续拖落去哦？啊！ 这真正是你罗家峰的作风呢，倒撇现实。也是讲你钱真正侪假，愿意白白送我开啊？我是不要紧啊，也毋过你敢真正甘愿？我当然嘛唔甘愿。既然唔甘愿，想怎无买离婚啊？也是讲你定要等到后一个苦主出现了后，啊，才愿意帮我算？苦主？吴静玉。 你千万唔通得了便宜又卖乖，离婚起码你是你唯一的心愿啊！我哪可能让你称心如意？毕竟你上我的心，上我这么彻底，佮无你客气的呢。我食你一嘴，唔多爱嫌你一刀。唔免甲话讲到安尼啦，鸵鸟就是鸵鸟，若是无人对沙堆内底，甲你头挖出来，你是无可能面对现实的。 凊彩你安怎讲啦？我你即马倒来跟我蹲登去面对现实，你毋是真爱演。我即马才你倒转去，比你遐尼敖，会当吊顶的演技，一定咱继续甲好太太、好媳妇甲是演了真好，也无人会去发现到咱两个人已经同床异梦啊！我会陪你到底。 好啊，我是无差啦。而且佫会当甲你即个固执又佫倒强的人骗甲玲珑说，骗甲互你甘愿乌心肝送互我，我嘛一直感觉做有成就感的呢。何家峰，你的人生真正拢受别人的控制佮影响的，先是去互林子倩伤甲，特别失去半条命。 这么侪年来，过到这么混乱，又搁骂声，啊，煞落来，搁用惊讲我会失你的面子，所以甘愿一世人甲我白甲死，折磨我，制造你家己的痛苦，你敢袂感觉你安尼作悲哀啊？干那你会当折磨人？我即嘛是爱离婚带你偷偷转来，我罗家峰毋是为着要完成你的人生目标存在的。 你松松做罗太太，做久啊，做神了心，想要自由啊！你唔免伤心啊！我会甲你死绑在伫个内面，咱这个婚姻，我一定没有让你痛苦一世人，这就是我今卖人生目标。